大家好，欢迎回到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今天是2021年的12月9号星期四的下午时间。今节呢有我许留山，请大家 like 我们段片留下言，最重要就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 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晒冷气散活 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今节呢回来想讲一下有关于发生在英国唐人街11月27号的下午时候，当地的传统华侨终于呢同呢一班新嚟嘅所谓BNO 假又好黑暴友又好申请紧政治庇护又好，或者咧甚至乎已经系叫预期逗留嘅暴徒又好，乜都好啦吓，咁啊终于咧产生咗叫第一滴血啦。其实咧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哋都唔希望会叫见到噶。咁对于啦喺呢一坛嘢里面咧，最大嘅大旗手或者都可以话叫搞 K 棍嘅大搞手咧，郑文杰。在这坛事之后，哇，相当之犀利啊！见他呢跟这个大技院时报相当之合拍，咁啊做了一个访问啦吓。咁呢一个访问里面的内容呢，亦都可以呢预示到嚟紧啊，郑文杰呢究竟想点样搞落去，同埋点样呢去将当地啊嘅华侨呢点样去抹黑。呢一啲嘅手法呢，好明显呢亦都喺2019年6月打后呢，佢哋嗰啲文宣组呢点样去将一啲同佢哋政见唔一样嘅人啦，或者佢哋嘅目标人物呢，要点样妖魔化，要点样抹黑呢，重施故技喺当地嘅华侨身上啦。哇，咁我见到呢都相当之心寒嘅，因为呢佢可以呢叫先声夺人，将黑白颠倒啦，亦都有少少似呢当时候元朗721咁样嘅，佢哋嗰阵时就推咗个论调出嚟嘛，就话警方呢同颜色社会合谋，所以呢就酿成721呢一个事件。大家听一听咯，呢一个郑文杰呢喺伦敦唐人街呢坛嘢里面呢，亦都喺大技院嘅访问底下呢，佢都用返类似嘅手法㗎喎。佢就话啦，呢啲华侨呢将佢哋一口气呢打成叫做话亲共嘅团体。佢好明显呢就係想用一个好简单嘅二分法，将当地最传统嘅华侨团体呢全部都将佢塑造成系同所谓嘅叫亲共啦，佢哋口中嘅亲共有关啦吓，咁好简单咯。哦，总之系华侨哦，就等于咧亲共就系咁简单啦。仲话佢哋咧系结合埋黑帮嘅势力嚟殴打香港人。哇，你咁样屈都得嘅？咁边一个系黑帮啊？你有冇拉到出嚟啊？边一个系当地黑帮先？你有冇证据先？嗱，冇。咁你见人哋着黑色衫咧，咁你又话人黑帮喎？咩着咗啲黑色褛啊？点样啊嘛吓？又话人哋黑色褛里面咧收埋啲武器啊嘛？咁佢接受呢个大技院时报嘅风言风语嘅讲法系点样呢？佢竟然话呢今次呢件事呢唔系突然间发生㗎喎。佢话佢哋呢即系当地嘅华侨啦，背后一个好庞大嘅脉络喺背后呢顶住佢哋嘅。又话随住越嚟越多啦香港人嚟到英国之后呢，话佢哋因为呢个政治原因啦，就好难避免呢同一啲本身潜伏喺英国好耐亲共嘅华侨团体呢就有一啲嘅叫做摩擦㗎啦。喂，其实大佬呢一次呢和你 lunch 呢係你哋呢班人搞㗎喎。嗱，咁佢仲好笑，佢话和你 lunch 呢坛嘢呢，哎呀，我哋呢冇大台㗎，只不过呢係网上有人发起，咁啲人就走咗去咁解咋嘛。嗱，其实呢我哋已经写到明㗎啦，叫人呢冷静小心呢，去到嗰度呢会有啲咩肢体上嘅冲突啊，会有摩擦啦，叫大家小心。喂，呢啲反话呢我哋喺2019年6月嘅时候已经呢见过唔少㗎啦，你哋所谓咩和你 lunch 啊，和你 shop 啊，到最后呢就演变成为呢暴力嘅行为嘅。佢哋都有个藉口俾佢哋自己嘅，或者叫做俾佢哋啲网友睇嘅，就话因为呢有警察喺个商场度出现，有防暴警等等啦，咁所以呢就会打起上嚟囉嗰啲咁样㗎。有防暴警行下行下，你就要打交㗎啦，就要破坏㗎啦。呢个呢完全都係讲唔通啦，係咪？咁佢亦都话疑似呢话要自己呢要踢爆呢啲团体呢，佢哋嗰个手法系点样嘅。话佢哋呢例如搞呢啲叫种族歧视嘅集会啦，某个程度上呢话佢哋都会得到同情嘅。咁毕竟呢啲华裔嘅种族歧视呢真系存在嘛，系咪？佢话但系呢佢哋会暗度陈仓，暗暗呢去输入一啲呢合乎中共政权嘅论述。即系例如话中国系强大啦，系伟大啦。如果越伟大越强大嘅话，咁咪唔会被外国人欺负咯。嗱，就算系讲呢啲嘢嘅话，咁有咩问题呢？我唔明有啲咩问题喎。咁其实咧，呢个郑文杰咧喺呢个访问里面风言风语咧，都有间接咧，你就自己穿咗桥啦。即是喂，你不满人哋加咗呢啲落去啫嘛。
咁所以话要搞事咯，话要揭穿人咯，我觉得啦，我听到真系觉得唔会有啲咩问题喺里面。咁再讲落去啦，即使佢会再提到啦，佢哋点解话咁不满佢哋呢个反歧视嘅集会咧？话佢哋叫做无视咧香港人啊，咩受到欺压啦、歧视啊等等啦。咁再者啦，你话觉得咩歧视同欺压咧？呢啲系你哋自己觉得嘅啫，系你哋自己做咗啲违法行为，跟住又惊啊，话要著草啊，有呢样嗰样啊，或者唔系嘅话咧，都要嚟做 BNO 假嗱，呢啲你哋自己嘅选择嚟嘅，唔关人哋事嘅。咁你觉得系欺压啫，咁人哋觉得唔系你系受到欺压，受到咩嘅政治原因等等嘅，咁人哋唔帮你讲有咩问题咧？我真系唔觉得有咩大不了，系咪啊？咁佢仲竟然咧话人哋咧呢啲玩法好成熟，一边咧讲爱与和平，同样咧一啲颜色嘅帮派咧，亦都会喺佢哋后面帮手，仲会透过咧一啲暴力嘅恐吓啦，去实施呢个袭击。啊，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咧？他们这一班 BNO 假又好，或者这些郑文杰又好，搞过这么多次的集会，搞过这么多次的游行，我们都记得很多的，六四又有，七一又有，六一二又有，又说要全英国多少区嘛，十个城市又好，这样那样，你们都有搞过这些集会的，最近期你们都有的， BNO 那个签证呢，说要放宽给九七后的年轻人，咁其实呢啲集会嘅时候，你哋口中嘅呢啲叫传统华侨，有冇嚟搞过你哋呢？有冇话搵呢啲叫颜色嘅帮派呢嚟到搞你哋呢？冇喎、哦。嗱，即使系咁，你哋一睇就睇得到㗎。喂，呢啲呢完全乱噏㗎。如果真係话要有心呢走嚟挑引你哋，要搞你哋呢一班嘅叫做香港嚟嘅抗争者啦，基本上呢你每一次出嚟呢，我就去边度呢，我都搵人嚟搞你都得㗎喎。如果真係讲到咁大势力嘅话，咁点解淨係嗰次华侨佢哋搞嘅反歧视集会嘅时候啦，先至会有啲咁嘅冲突呢？点解其他时候冇嘅呢？嗱，呢一个讲法呢，似唔似呢嗰啲咩警报啊？话咩香港呢嗰个警报问题呢好严重，随时行街呢都俾警察拉埋一边打嘅。佢哋讲到咁样嘅社会系，亦都有一啲人呢真係信系咁样嘅，或者佢哋觉得呢香港嘅社会系咁样嘅，随时随地呢会有警察拉你埋一边嘅。咁当然冇啦，我亦都听过有朋友咁样讲，所以话佢好急住呢话要想移民离开香港嘛。嗰陣時仲問我點樣去移民台灣啦，因為嗰陣時仲未有 Law of the Ring， 即係 Live Outside the Rules 嘅形式去 BNO 組家啦。我唔知佢有冇去咗 BNO 組家，我都同佢好耐冇聯絡。雖然咧過去咧我視佢為一個咧好好嘅朋友嘅。咁啊再老屈啦，又話咧有啲相片啊錄音咧見到佢哋咧有武器、有棍啊、金屬枝啦，又話收埋件衫度啦。嗱呢個咧，我覺得就有少少老屈之嫌啊，因為嗰相片嗰個角度咧同埋好朦啊，究竟係佢揈開件衫裏面，即係嗰下俾你影到，你就搭埋咗落件武器度，所以你就覺得好似收埋件衫定點樣啦。仲話活動結束之後咧，就將呢啲武器咧掟落垃圾桶，話好明顯咧就唔係就地取材啦。喂，有冇咁弱智啊？有冇咁弱智啊？如果你真係有預謀有組織咧嚟咁樣揼人嘅話咧，呢啲架撐咧係會攞走噶嘛？你唔驚俾呢啲咩鄭文傑啦、啊、咩香港人嘅啲咩團體呢樣嗰樣啊執到翻佢咧，即係攞塊布啊包住執俾佢咧，咪有指紋咯？得唔得啊？喂，呢啲咁白痴嘢唔好攞出嚟講啦，鄭文傑。咁即使咧依家咧，除咗抹黑當地嘅傳統華僑之外咧，仲要咧將佢哋咧同黑幫啊呢啲咁嘅顏色幫派咧扯上，即使話佢哋咧係好得人驚噶，嗱有啲咩唔啱佢哋河車嗰啲咧就揼你噶啦，嗱好似係咁樣啦，啊咁啊跟住講啦，就話佢哋事先安排，同埋啦呢一樣嘢咧。佢就用咗冇大台啊嚟到帮自己洗白。嗱咁大家都知㗎啦，佢哋网路上呢啲吹鸡嗰啲呢，你搵一个匿名者，佢整咗一张咁样嘅图之后就喺网路上订你鄭文傑，跟住就 share 出嚟，就话哦大家要小心啊，有呢一个和你 lunch 啊，又点样啊，去唔去呢自行决定啦。但你嗰个司马超之心呢路人皆见㗎啦。咁你自己团伙里面嘅人，喂，你将呢个和你 lunch 摆出嚟，你其实就算啦，你唔知边个搞都好，但系你作为咧一个英国港侨协会嘅主席，你摆咗一个咁样嘅嘢出嚟啦，即系个所谓你口中叫冇大台嘅一个网上嘅行动，你其实系咪间接吹咗鸡啊？你帮呢一件事咧宣传啊？系冇大台啊，或者你唔知边个搞手啊？
但系咧你有份参与埋一齐，呢、這、一个咧你冇得扭噶，咁即是话喂我都系 share 啫，冇大台噶呢一样嘢，咁我点知边个搞啊？我贴出嚟啫嘛，我佢哋去又佢嘅事啦，哇仲话我咧系搞 K 棍啊，又话佢系始作俑者啊，吹鸡啊，吹哨者啊。话哎呀，嗰阵时我中咗 COVID-19 嘅，我都仲喺屋企养病，我都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发生。喂，但系咧，你嗰个动机咧已经系显然易见嘅啦。嗱，依家咧相当之可耻系乜嘢呢？意图咧系将当地嘅华侨抹黑之余咧，嚟到抬高自己，即是话俾人听咩啊？喂，我依家咧嚟打击呢一啲表面上。个样啊，佢仲系话人哋个样咧系华人咁嘅样，但系咧实质咧就做埋呢一啲嘢嘅，咩亲共啊呢样嗰样啦。咁你间接咧踩低人，抬高自己啊，所谓嘅叫做正义嗰一下嘢咧，系相当令人作呕噶。嗱呢啲手法咧，亦都系佢哋咧最兴嘅，即系咧一边喺度哇话边一个系牛鬼蛇神啦、啊，边一个系奸邪妖魔啊。嗱咁样喂，你讲咁多呢啲人，讲咁多呢啲性嘅话，咁咪会显得呢个人咧系正义嘅朋友咯。嗱，其实咧冇话黄友噶，男友都系咁样噶，啊好多时都系咁样噶，系咁抹黑呢个人啊，又话边个邪魔外道啊呢样嗰样啊，咁又咪觉得佢好正义、好理性咯，或者好威猛咁样咯。嗱呢个手法咧，当然啦，唔一定系黄男嘅，有好多唔同嘅人咧都会咁样用、咁样做嘅，就是职场上啊都会遇过不少呢啲人噶，猛咁讲边个做得唔好，边个做得唔好，咁啊即系俾人感觉上咧，哇佢好似好醒，知道睇得穿咧边个做得好，边个唔好。嗱，依家郑文杰咧就有类似咁样嘅手法噶啦，咁仲话啦。质疑咧，英国人咧普遍咧对中共嘅势力咧系叫做松懈，一早仲要笑人哋咧唔识睇，睇唔穿呢件事，仲话人哋咧英国普遍咧政界同埋政府部门咧个内部咧都冇足够嘅意识，即系话对于呢啲咩中共势力嘅问题，唔系冇意识啊，系人哋都唔觉一回事，亦都唔冇你所讲嘅问题啊，咁因为。可能啲人都會問噶嘛，咦喂，鄭文傑，你講到咁煞有介事話，咁點解英國政府好似唔知咁樣咧？哦，咁佢仲笑人哋啦，哇！你真係犀利啊！你喺英國咧嚟咗都冇幾年嘅，就直頭咧睇穿埋人哋咧內政部啊，做唔到嘢啊，仲話咧有不少嘅公務員啦，冇完整接受過培訓或者訓練咧，去處理呢啲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嘅議題。佢仲話：我今次一個黃金機會啦，因為有好多人嚟咗英國啦他说希望就住香港人会成为这里一个有力的声音，然后就对于中共在英国的统战工作会构成严重的挑战。哇犀利啊，仲搞笑啊，哇你连香港都未搞得掂啊，仲说这些是捍卫英国民主的第一步，即是大家想顶住英国不要被这些渗透，就要站在他郑文杰的一方了。哇你这样讲也都可以的。嗱，咁依家咧，即时用冇大台呢一句咧，就帮自己洗白，白洗到干干净净啦吓。咁仲好少啦，话有机会都要将呢啲民主同自由嘅体制咧，带翻我哋自己嘅家，即时带翻香港啦。哇，真系听见都作呕啊！呢个癫佬。嗱，咁佢嚟紧咧仲未够，佢似乎咧就系想讲咧，要吹鸡，同埋要统合一班人嚟紧。即是明天12月10日英國當地時間就會舉行一個咩民主大遊行嗰啲定點樣噶？哇！呢個就犀利啦！等我哋再睇多些少資料，睇下啲摩拳擦掌有啲乜嘢人咧會去呢一壇嘢咧，我哋先至同大家報道啊！我諗咧，如果咧佢有佢哋講啦，如果唔影響到華僑咧，我諗應該都冇乜大件事啩。不過咧，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華僑又唔出聲嘅話咧，亦都會俾佢繼續咧咁樣抹黑落去啦。嗱，攞翻鄭文傑呢啲，又話人哋華僑咧同顏色社會有關啊，又呢樣嗰樣啊，咩毆打香港人啊。不過暫時嚟講啊，都唔係好覺啲咩 BNO 架咧撐鄭文傑呢一單嘢。嗱，咁啊呢度一回事先，究竟佢哋點睇咧？咁佢哋都係嚟到英國嘅香港人嘅一份子啊。亦都可以话系佢哋嘅持份者之一啦。啊，咁啊，依家就再睇睇啦。嗱，如果咧上次和你 lunch 呢一个啊，佢自称系叫冇大台，系自发活动人，只不过交代咗一个文宣，同大家讲下活动性质，仲有提醒你咧呢啲主题啊，同佢哋一贯嘅谂法咧，可能会有完全相反嘅集会啦。所以咧，不能避免会发生冲突吓，记住咧，保障自己安全啊吓。仲话我冇鼓吹任何人咧去呢个集会挑衅打交或者去干扰佢哋噶吓，我唔知噶。咁如果我哋咁睇啊，想讲多一点啊，假如啦，你呢个和你 lunch， 你都呼吁人哋唔好去干扰。或者要保障自己，如果有人去制造冲突，
嗱，我唔理边一方都好，咁系咪应该要谴责晒两边有份喐手嘅人呢？咁当然而家佢哋话哦，唔通俾人打唔还手啊？但系你哋言语挑衅人先噶、哦。咁当然咧，我唔识佢，我点知边个去？我都唔知系咪佢咪手足嚟嘅，仲要打人哋唔啱啦。所以啊，呢个郑文杰咧一句话冇大台自发嘅，即使我都唔知边个嚟噶吓，我点知边个打？总之咧，华侨都打人哋唔啱啦吓，唔俾人讲嘢噶，冇搞错啊！哦，咁样恶人先告状都得啦，所以以后咧就麻烦啦。我谂华侨方面啦，见到佢啲和你乜和你物嗰啲咧，真系要小心啦。或者有啲人嚟到要挑衅嗰啲咧，真系嗰句啦，劝住在场有份嚟出席嘅人咧，都叫佢哋忍让一下啦吓。好，咁啊，今节咧嚟到呢度先，真系咧依家英国方面啦，都几头痕啊。虽然咧你话地大物博啦，你话喂我做 BNO 假嘅，唔理佢哋呢啲嘢啦，但系咧都影响咗香港人呢三个字啊嘛，系咪？好啦。真係嚟到先啦，多謝大家，拜拜。